嗯，小孩，过来看看哥哥整得好不好看。小鬼，让开！哥哥，怎么，又被我帅到了？不认得我了，刚刚不还叫我哥哥吗？倒是亲热。哥哥，我怎么会以为这个人是哥哥？这人现在肯定觉得我是个傻瓜。我叫段嘉许，是你哥哥的朋友兼大学舍友。哦，哎，三爷，看来我跟你长得还挺像。你照照镜子。那刚刚这小孩怎么问我，不是，是不是整容了？嗯，小鬼，你是觉得我要整容整成他这样，我整成他，我有这个必要？怎么没有？你想整容不是很理所应当吗？妈妈又没说你带了朋友回来，房间里又只有这个人在，我会误会很正常。哪里正常了？这是人有的脑回路。你明明就是蠢，你完了。哼。这是怎么了？段嘉许，你怎么欺负我妹啊？啊，是哥哥打我。你个臭小子，欺负你妹，还当着别人的面儿！我哭了，我装的，不哭了。擦擦脸。完了，本来还想找我哥去学校，这下只能找他了。哥哥，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